Jackson. Jackson, right? Jackson. Jackson. Jacks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到底每一个地区， 当地的人每一天晚上真的去享受的那个地方是哪里？ 我希望这次在新加坡能感受到这一切。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 来了！ 滨海湾花园。今天呢，带大家见一下我的很好的朋友Garney。哦，what's up？What's up，man？欢迎来到新加坡。这里是滨海湾汤圆啊，不是汤圆，是滨海湾花园。花园，你真的要介绍给我的 real Singapore？我们可以一起去这个 side car， 旁边车走。 叫我们去兜风，现在我们去。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man！ 来了来了，Beatbox！ Let's go！ 快点！I love Singapore！ 第一天已经被它融化了。 Check it out！ Johnny, where are you gonna bring me to? 吃榴莲，榴莲，榴莲，对，真的吗？ OK， 你喜欢榴莲吗？你要，我很喜欢啊。Let's go. 哎，妹。 We're gonna eat some durian. 欢迎到邓布西山。觉得那个味道好强，非常喜欢。哇哦，直接来嘛。我们新加坡人晚上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在这里吃榴莲的，因为很凉。哇。我们是把这个带回去明天早上吃的，千万不要吃榴莲的时候喝酒。不建议，不建议。香，我很喜欢。应该没有。还有，我也有哎。哎，我又有了。哇，又有。 超喜欢这种苦的味道，好像酒的味道。如果你吃这个怕热的话，有一个秘诀，说我们放在盐在壳里面放水，你喝了就会降火。这是这样喝水的话会降火？真的？你不要以为我不懂新加坡。没骗你，<笑>真的。真的吗？我们这个包好，明天早上吃，然后我们去打。去马key，你拿吧，我拿这个，走。 这个桶是不是放榴莲的？是是吧？我放了，我真的放了。STP 叫我放的，来。这个盐水啊，真的今天学到了，真学到这个盐水。